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全国投资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趋势指标，我是启发投顾先生。台北股市今天开低，那走高，一开盘是最低，盘中在低档做一个随机震荡，那尾盘走高。那开低一个随机原因理由，就是在美国，今天宣布升息硬吧，那未来在明年还要再升息三次，但是呢，我们看一下，今天开低以后开始又做一个随机走高动作。今天跌八点，量缩到707亿。好，那我问各位一句话哈，你今天会不会在这低点把它砍掉？如果纯粹以指数来看，今天很多人在这里会砍掉，这里会砍掉，这里破这个低点会砍掉。那我昨天怎么跟投资们谈的？我的节目很多做指数的投资们在看。那我也跟各位讲，我有带指数，我可以带我会员做指数，但是我从来不在节目上面讲绩效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投资人都知道那个讲绩效都是骗人的，所以我点了攻击顾威，你听人家攻绩效，我笑你的气笑。那我们来验证一下哈，我每天都预告给各位隔日怎么做操作。有很多人没有看我电视节目，他隔天就不知道怎么做操作。因为我们是有依有据，完全按照技术线行，有状况的时候我会做调整，但是你不是我会员你就没办法做调整了。但是我事先做预告好不好用，你起码知道高点大概在什么地方，低点大概在什么地方。那这种方式哪里可以学得到？这个礼拜五的晚上在台北非会员的免费三关价入门班，这个礼拜五，就12月16号，明天礼拜在台北，那礼拜六12月17号礼拜六早上在高雄，下午在台中，都只限额10名。好，这个我会告诉你如何事先预算隔日台指期要涨或要跌，好，那个股如何低买高卖？你比如讲。老师，你的节目很无聊，每天讲的都是这些股票，对不对 ？TPK 是我在低档就跟各位讲，在这里要买，现在来到这边，那在这里买的时候，散户会不会买？不会，没错嘛哈。光环在这里叫你买，散户不会买，对不对？散户永远不会买低点嘛，现在在这里。上银叫你在这里买。现在在这里，我叫你在这里买。现在在这里，8086红杰哥叫你这里再买，这里做加码，这里再做加码，这也是在低档。我讲的股票，一般来讲都是在低档的股票，我没有乱换标的。TPK 叫你这里买，这里买，现在还在这里小赚。这个我讲这几档股票。你要看一个什么节目哈？一般的节目是，投顾老师是每天乱换标的，反正社会标一篇买一大堆啊，就涨的强势的就涨停板的就上来跟你讲，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所有投顾老师每天都在讲绩效，没有一个是错的。我讲这样对不对？那郭先生都告诉你如何买低档 ，TBK 上银是不是在低档？之前玉金光52.3块叫你要买，很多人在追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你我不要追。光环在低档叫人家买，那现在呢还不见得有人会去买。宏杰哥叫你在低档买，凯盛叫你在低档买，对不对？这个都是有图为证的，我不会乱混标的啊。所以很多人就说，老师看你的电视节目都能赚钱，对。看我，因为我都买在低档嘛，看我节目能赚钱，但是很多人却就是参加那个每天都涨停板的，每天都在讲绩效的，所以我跟你讲哦，不能做算话，你做股票你要清清楚楚你做，解盘也要这样子解，
好，那为什么会买这低档？你到我免费技术班呢、啊？非会员的免费三观技术班，三观价入门班，好，这个礼拜五晚上在台北，礼拜六早上在高雄，下午在台中，每一场都只限十个名额，好啊，你要赞助那个名额，很多人会来哈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来谈谈，昨天我怎么跟投资们谈的？这加权的部分，昨天十二月十四号，我是跟各位讲十二月十五号，斗大的字在这里，多头抵抗。今天最低9309，那你看我电视节目，你来到这个点，你会不会砍在这里？不会，你会不会在这里买？会，9309都在这里，啊这一段，好。这边是不是讲哦？正对收向上在这里，双关价上限在这里，三关价的下限在这里，破双关价的下限在这里，所以我跟各位讲，这里是多底区，这里是空底区，但是今天最高在这里，最低在这里。好，那我昨天告诉你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那今天一开盘我会做调整，甚至调整的方式你到我免费技术班我会教你。来看一下哈，今天开盘在这里，跳空下开，9:05，这根 K 棒，对不对？那我怎么做调整？我没看到后面，我只看到开盘是跳空下开，散户看不好，对不对？尤其你看到美国升息了，很多人就照跟他搏耶。我不是跟各位讲过吗？外资买那么多，他不会一下子就直接出场啊。所以你就可以算哦，原来今天我调整过后低档是在这里，9307。哦，那你就讲说，老师这怎么算？没关系，这个点9413，这个点9336。9413减掉9336，那个数字减起来又乘以0.38，减掉9336，你得到答案是负的9307。那你没关系，你不懂到我免费技术班，那你大概会在这里买，这里是破线的部分。那弹升上来，那我告诉各位，弹升上来，9413减掉9336，那个数字减起来又乘以0.618，减掉9413，你得到答案是936，这边最高多少？9370，这个点这里算出来，这个点这里算出来，那重点是，昨天就告诉你低点在这里，美股升息你看不好，那我之前跟各位讲过了吗？外资不会在这里马上就撤退的啦，听得懂吗？外资买那么多，如果跌下来死的最惨的是外资，不会做那种事情，而且低量绝对不会是做头。记住，低量绝对不会是缩头，因为散户还没进来，要散户大家都看好这个盘才会死，听得懂吗？好 ，OK， 那明天怎么算？12月15号讲12月16号，正对收向上在这里，双关价的上限在这里，今天讲明天的是加权哦，那你到我免费技术班，我可以教你怎么事先预算台指期，好，就比讲。因为台指期不能预告、哦、因为金管会有规定。今天有算出明天的双关价，明天双关价的上限在9395，双关价的下限在9325。好 ，OK， 这明天的三关价，我不是跟各位讲过吗？从这里由中上关转成中下关，所以明天也是在中下关之间游走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今天在这里我已经算到明天的三关价，好，那三关价的入门班，我会教你怎么去算，怎么去应用。所以12月15号，我们讲12月16号，这里是多底区，这里是空底区，来到这里你不要看好，跌破这里你不要看坏，这是加权的。那我加权可以算，我台指期能不能算？当然可以，只不过是金管会规定台指期不能预算，不可以事先在节目上公布，不然我会罚，我要用华盖外国起床，
会不会罚钱，可能会不会吊牌，因为台子期可以交易，加权不能交易，现货是不能交易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十二月十五号讲十二月十六号，你要达到这种程度，哪里可以学得到？基本的我会教各位。十二月十六号这个礼拜晚上在台北，啊，十二月十七号早上在高雄，下午在台中，都只限每个场地都只限十名，好，好 ，OK。那我告诉各位说，波段行情怎么去做规划哈？用加权的，我都事先预告的哦。你要注意看我电视节目，我不是现在才讲的哦。就跟我做什么动作都事先讲，投顾老师只有我一个这么做。来，这个低点，这个低点9074，我这边算9091，这个高点9399，我由这一段算，我算9432，压回来这个低点8879。我算8919，然后呢，弹升上去，高点我跟各位讲9447，这最高9430，那压回来会到哪里？会不会算？在这里的时候破线，很多人看不好，我就跟你讲，8919以下要站买方，这里破线散户看不好，然后这里我就跟各位讲会来到这里，9447。会不会算好了？这叫做功夫技术，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啊，怎么算？没关系，不会算，给他告文珠公武来波比，带着你计算机到免费技术班。你如果事先算到这个低点，这里算出来；这个高点，这里算出来；这个低点，这里算出来；这个高点，这里算出来。啊，这个低点，这个低点，未来这个低点，这里算出来。高，高低，高低，高低。这我已经算在这里了、哦、外面如果学得到，郭先生跟着你信。那我跟哥哥讲哦，这我不是只有用三关价而已，你到我免费技术班，我还会教一些特殊的技术分析，都是你外面没学过的，而且我跟哥哥讲，这是完全免费的。好，那我愿意教投资朋友，你就要来学。而且我跟哥哥讲，我教的技术分析都是预算式，非常准，好不好用？那你个股的部分，如何低买高卖？玉金光我买这里，我有骗你吗？11月25号，所有人看好我卖了，9几块我卖了，50几块买，9几块卖，我在这里买。这里卖，散户会买这里。股票涨了一段才进来买。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在做股票，你一辈子不可能赚钱。啊，这边是叫你赌掉，胜利啊，运气好，哦，你没有那每次的运气啊。但是你要学习如何事先买在低点呢？光环，啊，来，我买这里，买这里，为什么买这里？这里算出来。这里破线没人会买，我会买，我会买。啊，以后就涨上来就好了，我就买在低档啊。上银，我买这里，为什么买这里？这里算出来，这里在做加嘛，120几，现在已经到150喽。11月25号第一次买。12月9号买第二次，我的扣讯单比给耶，而且我都事先讲的呢，有图为证，有扣讯为证。那你听，每天都是涨停板的老师，我跟各位讲，每天在讲绩效，老师99%都骗人的，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听无啦，你听无啦，你算好，你听无啦，赚钱你就得我就对了。凯盛，我买这里，买这里。这是低档，如果低买高卖，如果低买高卖，
80出头不会有人买的。宏杰科，买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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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买这里？这里算出来。怎么算？带着计算机到免费技术班来，买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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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在这里，40几块到50几块。老师，啊，你是有买啊？无买？无买？那都可能无买。我第一次买的时候就跟各位讲了。我在低档都很敢买，做股票就是要这样子做。如果你做股票都是在做追涨的，你不用来找我啊，你算好啊，你气人不可能探钱。所以我跟各位讲，个股如果低买高卖，我玉金光、上银、TBK、宏杰科、陈宏有卖在买在最低点，凯盛有卖在买在最低点，那我波段行情有没有每次都事先规划好？那我台子期有没有加权的部分？是不是每天都预告给各位？是不是很准？有状况我调整一下高低点，我都可以算得出来，对不对？能不能赚钱？当然可以，哦，尤其做指数的，现在指数一天都10几万口，在台湾只要是做指数的，我跟各位讲，早跟晚你都会来找我。我讲小声一点，早跟晚你都会来找我，跑不掉了。老师，你这么有信心？我不是你等你看。你不来找我，你不可能赚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学，你要学，你才要变高手。那这种技术分析基本的哪里可以学？这个礼拜五晚上在台北，礼拜六早上在高雄，下午在台中。那相信我的，要直接跟着我做操作的，你就一级棒。好，需要帮忙，想赚钱学技术的，好，想要去免费的技术入门班的。限额十名，注意广告中时的电话。咱们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到现场再跟各位继续谈。为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好，秘技大公开哈。12月16号礼拜五晚上在台北，12月17号礼拜六早上在高雄，下午在台中，都只限额10名，3关价免费入门班。你学到以后，加权、台子期跟个股的高低转折点，保证你都会。速播02389-8689，02389-8689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许他财富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推荐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头部卓越理财团队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。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头部，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啊，阿婆来电话啦！快点，这边哪接嘛？恁紧张啦！阿婆，我怕来太好些。啊，你看，这是阿婆家的帅哥跟他孙啦。喂，孙来比你手机来得。当我们同在一起，分享幸福更 easy。善用3C，幸福3T。教育部关心您。好，欢迎回到现场。很多投资朋友问我说：“那个老师，你那个连续可以去算出高低点，怎么去算的？”哈。节目上我先表演一次，
然后你到时候到我免费计算，我教你教得很仔细。好 ，OK， 来这一段，从这一段开始哦。我抓压回的低点，这个高点是9327，哇，压回会到9054哎，等到9054一定所有人看不好，不好意思，这边这个点9074。9074，好，把它消掉。然后呢，要再抓前面的高点，要再抓这个高点。我由这一段算。我跟各位讲哦，这是我会员幼幼班的技术分析，我还有其他技术分析，但是我不方便讲。如果再搭配三关价扣高低转折，哦，9423，从这个点它会涨到9423，那这个点到哪里？9399，这个点9399，对不对？然后顺便算出它的低点会在8918，那这边最低来到哪里？8879，这8918、8879，差距只有30几点，对不对？那来到这边，我没看到后面，我是不是在节目上面跟我讲，站上9200，然后呢，过了沙多 K， 它会到。多少？94多少？这里8879，我没看到哈。哦，9447。老师，你无准，刚才是到9430，你给他管，差一里十点就好。然后来到这边，现在所有人啊，来到这边过前高，很多人都看好了。那我都跟哥哥讲，会到哪里？我现在已经在算后面哦，我没看到后面哦，这个高点。9430对不对？这边算9447对不对？差17点，然后呢，我就可以告诉你要回来这里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高点，这个低点这里算出来，这个高点前面这里算出来，这个低点这里算出来，这个高点这里算出来，啊，未来跌下来这个低点算出来。哎，怕不怕不？哎，我现在是教最简单的，你到入门技术班，我还可以教。另外其他的技术分析做一个说佐证，我不是只有一种特殊技术分析而已啦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就不用在那么混了，我就不会是成为很多投资朋友想要跟着学的投顾老师，听得懂吗？好，那个股的部分，如果低买高卖，我玉金光买这里卖这里，为什么在这里买？这里算出来。我光环为什么在这里买？这里算出来。46块哦，这最低43，现在已经来到多少？50几了，对不对？上银120几叫你要买，扣讯都给各位啊，120几叫你要买，现在已经到150。宏杰科来这里41叫你要买，这最低就41，然后现在已经到52了。TPK 45叫你要买，这边算出来46。现在已经59了，对不对？还有没有其他的？凯盛来到这边叫你83块要买，现在多少？86.7，对不对？就这么简单啊！探钱学技术，你找我探走博缴，请找别人。行到文珠公有来保庇，探钱搁兼学秘技，北中南三场都开放10个名额给各位。好啊，你要这做争取，你来，我教你如何事先预算台子期隔日高低点怎么做，波段怎么去事先做预算，个股如何低买高卖，那会秉持到你以前追涨杀跌的习惯啊。认同我理念，想赚钱学技术的，座位有限，注意广告中时代电话。祝各位明天操盘顺利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
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。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秘籍大公开，你未来会变高手。好，完全免费，三观价入免费的入门班，北中南各县十名，速拨02389-8689，02389-8689，座位有限，尽早报名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许他夫妇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热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投顾卓越理财团队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。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投顾，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消灭登革热，仔细清扫，立即做。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，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纹，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，避免纹软附着。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，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积水的小帮手哦。防治登革热，清干净，倒干净，刷干净，晾干净，大家一起来。我是卫福部部长林作言医师，我是台南市长赖清德医师，我是嘉义市市长涂醒哲医师。流感严重时可能变化不严，甚至危及生命，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。从医师的专业立场，我们郑重呼吁五合公卫流感疫苗接种的民众，请尽速接种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，更保护我们周围所爱的人。接种流感疫苗，一个行动。玩人很环保吗？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是不是一只鸽子背着高利贷？那是环保标章。你看这边有说环保啊，你看全天然，讲究好，不是吗？有环保标章才是对健康好，对环境好，而且经过政府验证通过的。最好还是上绿色生活资讯网。台湾人，你们真的很在意环保哎。预防禽流感，请经常洗手，避免接触及喂食禽鸟，不购买来路不明的鸡鸭鹅肉品。详细资讯请上防检局网站或拨打24小时免费。